喂，爸，今天我们来这么？哦，今天哦，我今天就要来买这个东西。叮叮叮，这个是家用空气过滤器。我的一个生意伙伴，他有两个小孩子，他想要买这个空气机放在家里。原因是这个空气机有三层，一个过滤，两个过滤，三个过滤。尤其这个的 HEPA filter， 现在病菌病毒满天飞啊 ，H1N1 还有武汉病毒哦。有这个一给它吸进去，全部给过滤清洁。这是家用空气过滤器 ，OK， 家里一定要买一个。嗯，哦，爸，就是这台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 Amazon Sky， 这就是可以过滤那个 H1N1 还有这个武汉病毒的空气过滤器。啊 ，Chris 哥，我买一架了。嗯、哇 ，OK， 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睡？